过那的时候，所有的救援队伍最早到最完整的就是新北。第一台我记得第一台车最早报到的。那今天回到台东森林公园啊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。经过一千天尼伯特之后，当时全台湾尤其我们新北的这个支援团队啊，有非常多位的同仁，包括我们警官处机械通通到来这边现场来救援。当时真的是这个满目疮痍破坏的非常严重。那一千天之后再回到这边，看到这个景观完全回复，那我们今天又来跟两位前后任的县长一起来植树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希望我们大家哈一起多来台东，那来到我们这个森林公园，一定会感受到森林公园之美，而且大家爱护地球，多多的种树。今天演的是植树片，而且今天演的是非常温馨的片。